北京世纪新滑冰俱乐部有限公司。第三队登场的组合丁心爱和郑汉冲，本赛季的韵律舞选曲《猫王组曲》。第三对组合丁心爱和郑汉冲，他们选择的韵律舞的选曲选自《猫王组曲》，也非常符合这个赛季的主题。给大家介绍一下，2024-25赛季青年和成年韵律舞的主题是选自50、60、70年代的社交舞蹈和风格。它的韵律舞灵感是来自于这几十年的高能量和娱乐性的舞蹈风格，舞蹈风格源自双人舞，并通过感染力跳动的节奏营造出在社交场合和大型聚会场所邀请他人加入的气氛。同步年转步，
技术分二十七点一四，节目量分二十点四九，韵律舞的分四十七点六三分。第一位。